早晨，早啊，系啦，今日又到翻我同正南啦，系啊，系，大家见证住个市嘅又跌啦，仲跌紧咩？哦，都系。你等阵先，我要复一个好紧要嘅 message。系啦，有几紧要啊？呢个 message 冇啊！有啲人叫我玩一啲股票，我要复翻佢。我话冇钱玩啊！早晨啊，美国班，早晨啊，烧味，早晨啊，冬，早晨，螺蛳粉，咁多位出来啦！今日就冇眼睇啦，嗰、那个恒指。但系如果一早，其实一早咧系有位可以俾大家买红噶。一早的时候呢，我记得它跌啦，是跌91点的。嗯，是啦，够胆买的话呢，其实是fat fat的。是。吃了那只红是不是腾讯红啊 ?63015 啊。63015。是。定是 60, 啊为什么 0.089 的？买错红啊！哦，63012啊 ，sorry， 心谂吓，点解89嘅咁样？我冇啊，冇走到啊，冇走到。我嗰日都同即系头先有同翻 IG 嗰啲朋友，因为有倾偈噶嘛，啲听众。跟住我话本身上个礼拜唔想走嘅，点知就唔记得咗，做咗下嘢已经收咗市，咁就冇啦。冇走到啦，咁既然都冇走到啦，就可能个天都唔想我走，想俾我回本，同埋加俾翻少少零用钱我咁样啦。咁跟住就终于有少少零用钱啦，系啊，有少少零用钱。跟住63676啊，几靓喎呢个 number 63676。恒指发兴红676呢个系20003收回。是不是12000對1的還是10000對112000對1咦那是不是我那隻呢啊是啊是 啊, 是啊我今早也有玩這一隻、就是、是因為沒有買到10000對1那些那麼貼價的、因為呢 很心理壓力很大見著它斜滑梯這樣斜下去呢完全是沒有咬头的迹象，还有好像不想托都懒得托，真的是舒服的做顾，是啊，懒得托这样呢，那就没了。不过后来我不玩了，我觉得400几点已经很够了，不贪心。还有都有人说啦，就说可能是19500几度啦，就可以反手做回个博佢反弹的。但是呢我都不做呢些操作了，情愿即系专专心心咁样舒舒服服望住，睇下仲有啲咩股仔可以炒啦。今朝195XX买咗恒指，哦，其实你头先讲反弹咯 ，Gary。今朝都系20分钟之前嘅事啫。今朝195XX。唔系应该系头先啊？系咯，应该头先嘅事啫嘛。195XX。系咯。系啦。又係咯，就係、是、有人會話195XX 到啦，就博佢反彈嘛。但係我唔咧，因為咧，我博佢反彈195XX， 可能而家都仲有100点嘅。係咪有100点啊？應該冇100点啊嘛。冇啊。冇100点。以期指計，佢低位1952.23。哦，呢個期指嚟嘅。最高。哦，恆指。係恆指。恒指369都是开了市半个钟，但我觉得好像开了市很久咁，你明白吗？哦，咁样咯，1956几系啦，系咯，咁而家都系四，最高弹100点都唔够，系啊，所以我就我觉得啦，个人睇法，赚钱每日都有机会赚，或者输每日都有机会输钱嘅，咁所以咧就算啦，我今日都已经。安心，人哋安心出行，我就安心，安心出行，系安心再揾资料再睇啦，咁样咯，就冇再特别啦。咁然之后，琴日姐姐起机咪买得买沽啊嘛，姐姐帮你哋起机都唔 put， 有啊有 put， 有啊就系我寻日，因为我寻日早咗走啊嘛，咁样咧就出去嘅时候撞到小珍啦，小珍话。
欸、我 put 翻700啦，咁樣聽到小珍，誒係喎，諗諗下加固啦，咁我就真係加固，即係加固700，係啦，即係62431啊嘛，嚇係咯，咁我第一注就3800，第二注就5500左右咯，係啦，係啊，所以就誒。長期儲咯，所以我係多謝姐姐噶，多謝姐姐幫我哋起機噶。姐姐正啊！係啊，然後話喂，跟住啊，唔好講笑，一早講咗話3690要儲紅啦。係。係啊，但係咧，當然啦，咁儲紅都係彈咗上去。係，唔係我哋講嘅時候都係講話，都係嗰啲位啫嘛。邊啲啊？呢啲咯，唔係就係、是、陰足跌落嚟嗰下咯，就話、是、覺得誒、哎，其實下一隻到佢噶啦，700計700之後，跟住咧咁我今日都係有同 IG 朋友另外一個 IG 朋友講嘅，嗯，因為佢本身想玩只866，琴日有問過嘅，咁今日佢頭先同我講話升8%，咁但係咧我就話升8%，但係冇乜買盤，今日成交宗數都係23宗，仲要咧沽嘅時候咧。今朝睇咧係排盤咧即係講緊啦 ，mark 價就係3毫幾，然之後你應該咁樣講，買就3毫幾，沽咧就係要4毫幾嘅，即係 mark 價 mark 得都幾闊嘅。咁我就話不如即係儲下啲3690好過啦。係啊，我有少少覺得要 mark 價沽唔係好舒服咯。係啊，好人好者。买中一只，我仲要 mark 价股蚀几嚿俾你咁样。你，我觉得你最好就咩咯？个朋友三点问下宇哥咯。系啊系啊，所以我就冇啊，冇乜特别大嘅兴趣啊，对只866。啊，咁咪睇下啲煤股咯。靓噶。系靓啊。系啊。二套两套系劲嘅。系啊，10。1733。1011。1088。嗯，真系得只1171啫。系啊，1989。1989？1898。哦，1898。系啦。1989系老人股嚟噶嘛？系，叫3948。摸咗全部啲炒嘅煤炭股都唔系好炒。系啊。系得只1171，相对上系强啲嘅。我觉得其他啲都麻烦。系啊，跟住仲有1865啦，1865今朝睇系10%嘅。是但是呢只就再慢慢嚟啦，我觉得，嗯，有货可以慢慢再睇。港股要做熊市股神啊，冇错。19600其实我觉得是近排一个几强的支持位嚟嘅，19600，嗯，系啦，所以其实穿一穿都真的可以博佢反弹，但我今日唔做呢个操作，系真系唔做啦，系啦，睇下。窄股在哪裡啊？為什麼窄股不出來的？哦，好，那接著1108洛陽玻璃，嗯，啊，好像早幾天都有聽過人家說洛陽玻璃可以有機炒，其實看圖來說都是 OJ 的，哦，因為那個邏輯就是什麼嘛，內地那個動工率開始回升嘛，所以就說可能它那些浮化玻璃那些可能有機會需求就多翻，可能帶動一個炒的升浪出來咯，嗯，但是沒有，那個圖的大人橫行嘛，是咯，OJ 啊，可以留意一下，我覺得，但是呢要有少少耐性，因為現在又是啲關鍵的阻力位，剛剛好搭正了13.7了，系啊，睇定啲先，叫人衰退先买货，同股神叫人别人恐惧我贪婪。所以咧，其实可能你哋会笑我啦，嗯，即系可能会笑我啦。但系咧，而家咧咪有劲多咧嗰啲基金啊、ETF 啊，即系你唔需要压住嚿钱喺入边嘅。咁就係每個月咧，你中意供幾多就供幾多，同埋係你中意幾時攞出嚟就幾時攞出嚟，哦，即完全係冇合約成分嘅。係啦，咁牛牛入面嗰啲咯。可以當係牛牛嗰啲嘅，但我就唔係睇牛牛，即我係用，即睇緊另外一啲嘅公司嗰啲 ETF 或者基金咁樣啦，嗯。我就諗住
因為睇翻咧，佢而家今年個 report 咧，就係話假設上年啦買咗啲基金嘅話咧，今年其實係蝕19嘅，負19% 嘅，係好笑嘅呢件事，好似好好笑嘅。但係其實你跌19%，即係其實你翻去一啲人哋高位跌翻落嚟啲靚，即我唔知叫唔叫靚價，因為我覺得個市都仲有少少不明朗嘅。咁所以我就諗住趁住呢啲咁嘅低位咧，就入一入咯，系啊 ，ETF 唔会笑，九成嘅基金佬都系跑输指数。我谂紧你呢句嘢嘅意思，九成嘅基金佬跑输指数啊？其实系噶，我谂紧咯，谂紧咯。即以美國為例，其實都有啲即外國的投資書籍都講，其實基金係九成都投跑輸，因為佢哋嗰個職責唔即作為基金佬嘅職責，佢就唔係啊幫你大炒特炒嘅，佢即幫你坐貨嘅。係啦，係啦。所以有啲唔係真係即叻嗰啲啦，就會自己炒，自己 set up 個分咯，自己嘅分咯。但係有啲咧，直情係。set up 完自己的分都是頂不順啲外人喺度指手畫腳，所以最後都是接埋佢。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呢樣嘢咯，即係嗱，既然啊佢上年買嘅話，然之後佢輸19%。不過我想講，我認識一個啦，香港即係一個，即係以前做投資版即係訪問嘅落嘅，即係得一個。我睇佢買過一啲股咧，我就同埋加上佢嗰個成績，我就信即係香港有一個係真係勁嘅。基金佬嚟講，係早晨啊，燕師叔，係咯，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咯。嗱，就同埋咧，除咗除咗會買啲比較高風險嘅投資組合啦，係即係啲咩 Apple 啊、Tesla 啊、Costco 啊、Google 啊呢啲之外咧，其實佢仲會可以買下嗰啲期貨啊。是啊，他說誰啊？以前破過產的，以前破過產的，是啊，還有買一些債券啊、商品啊，即我現在還在想咯，你既然上年你輸那麼多，即是那可能睺一些位置，丟幾塊水就好啦，放在銀行都沒懂收的，幾塊水我在港股市場又買不到什麼股票的，每個月啊，說緊每個月，是，英Sir？嗰啲啦，哦，系咯，所以就咁样啦。咁啊，跟住而家嗰个恒指都系384啦，牛牛皮皮啦，开始有啲牛皮状态啦。跟住今日有，系嗰啲股，即系有冇近排有冇 screen 啲股咧？觉得系有啲 potential 系可以炒下，咪1865咯，1865，同埋1735咯，1735。系啊，系，1735 OK 喎，仲系 OK。我咪今朝啊，就系即系连续几日喺呢个 range 嗰度慢慢窄幅咁。系啊，今朝我咪喺个 TG group 度同大家讲咧，佢哋就系话揾紧一啲破顶股，咁跟住我就话呢一只就系成日吊住，同埋只9878都系嘅，晾住个高位。咁啊死都唔衝頂，我就好吊住條人，係啦，呢一隻又真係好鬼吊住條人，係啦，上年輸緊30%啊，其實咧據聞好多股評人都輸，今年其實以佢為例啦，即係我都見過佢啲成績，因為嗰陣時我係叫認識佢其中一個。秘書啦，咁嗰陣時可能寫報道嘅時候會叫佢可唔可以俾下年初至今嗰個基金嗰、那個碌大咗幾多倍啊？幾多成啊？咁如果話上年輸30%，咁你要計埋佢可能之前可能碌咗幾倍噶啦，係嚇、啊、用碌幾倍之後輸30%咯，係真正叻嘅基金經理有好幾有年紀好嘅成績，就會俾啲有錢佬同埋私募基金哦，係啊，幫自己有。幫自己有買嘛，即係幫啲有錢佬買嘛，係啊，係咯。咁但係我諗住買嗰啲都係純粹擺啲錢入去，係啦，每個月幾嚿，我可以隨時攞翻出嚟都得嘅。係，我中意佢冇合約啊嘛，即係冇合約嗰下我先覺得
happy 嘛。做嗰幾日就係同啲人講咧，我都後悔咗咧，早幾年幫個仔買嗰啲教育基金。係啊，每年抌可能當每年抌10萬啊，咪供五年，跟住五年之後先可以攞翻出嚟嘅。但係咧，我開翻條數嚟睇咧，原來五年之後我攞翻出嚟咧，我係蝕一大嚿錢，我係要擺夠九年我先可以回到本。係啊，所以就有少少後悔嘅嗰陣時，而家都有啲後悔。有幾多基金佬有米過日本首富啊？日本首富嚟嘅咩？佢係？有幾多基金佬？咁講有幾多基金佬有錢過巴菲特啊？有幾多個有錢過呢、這個邊個啊？阿 Tesla、Amazon 咁冇得比嘅喎。係啊，基金睇長線。係咯，所以我就諗緊啊，而家諗下啦，咁啊跟住及緊嗰啲股就啊，同埋就9878咯。今日其實咧好玩嘅咧，有一隻就係快狗打居。哦，係啊，見到啊，佢即時啊嘛。其實我好肯定啊，呢一隻咧係叫快狗打車。因为咧，琴日咧我开 CCTVB 睇，咁啊跟住咪会有财经新闻报嘅，咁佢都会久唔久报下噶嘛，咁都有报道就系讲话我唔记得咗个新闻直播员就话快狗打车今日咧就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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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咁样，我就知道咗原来唔系叫打居嘅，叫打车咁样，系啦，所以就系话呢啲，但真系会叫快狗打居咩？唔係咯，叫快狗打車咯。我嗰陣時因為車呢一個字，你可以叫居，又可以叫車噶嘛，有兩個讀音噶嘛。係。係咯。九年政府就九年政府都有面，1555我都想講啊，黐線噶。哇！呢只嘢又係嗰啲癲噶，但係我唔敢入啦，因為太高。我頭先睇嘅時候咧，同阿美九班啦，即係我 send 俾佢睇嘅時候咧，嗰陣時已經係72% 嚟噶啦。係，我估唔到中咗一場睇戲算啦，我真係呢一啲。因為佢仲要今日第一分鐘佢扯到上現價咯。係啦，係啊，跟住就再懟上去，再懟上去，再買。係啊，勁啊！俾啲掙扎，我準備出動51035。仲未死嘅咩？原来呢一只咩啊？51035啊，未死嘅咩？发包牛？咦，系喎，未死喎。真系未死喎。点啊？有啲兴兴趣嘅喎，你个样。其实我已经改咗话，今日唔会反手。你有啲兴趣咁喎？有少少。落場買兩手啊！真係有少少啊，俾人砸股，好煩啊你！你諗下，19500收回，今日要殺嘅都殺咗好多咯。升百零點有一倍噶啦，升百零點一倍，但我買兩手啊，都係得200元啫。咁按 percentage 取計啊嘛。砸股有啲吸引啊！10000:1，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喺19600呢啲位咧，係真係一個支持位嚟嘅。sorry 啊，打咗個 number 出嚟，傻咗。我係啦，我就覺得害咗你多，下次唔好講嘢。吸引啊，但我真係講咗話唔想做反手啊，咁樣。嗯。我睇下睇下，嗱2:00，其實都唔係一開始，我睇下佢咩走勢先。你睇系咪啊？嗱，10006就系一个支持位嚟噶嘛。系啊。上次又系最低，我记得系去过415，我唔记得咗个系就系、是、你呢一支最低位系几多？19515啊。系啊。系咯，差15点。虽然佢今日其实系怼穿咗，个阴烛底嘅。系，但系都未去到515，买大啲，咁我 all in 噶咯，买大啲。喂，身家翻倍技术，唉，砸股、嗯。不过我觉得5336吧，我觉得就算而家搏咧，真系搏100点到嘅啫。
越薄嗰個反彈幅度越少，因為 at least 其實唔遠噶，真係8月2號上個禮拜市啊嘛。唔得啊，燒尾你嗰只兩萬對一啊，太遠啦！如果我係要薄呢啲咧，我要薄係真係真係短啊，嗯，即係快很準。你讲咩话啊嘛？我冇讲嘢啊！你话我都唔记得咗啦。我都唔记得咗。今晚美国 CPI 啊，系机会啦，590我而家系真系机会嘅，我觉得睇下佢有冇机会度到去500先，550啊 ，sorry， 550。嗱，如果机会嚟啦，飞话。如果我头先买我 high 两格，系我头先买我 high 两格。51244啊，呢个系咁又唔系喎，调翻转唔应该博啲有4000，我反而应该要博先几咯，用先几去博，因为你已经系挨紧支持位啦。系啊，调翻转你应该用近牛多过用，其实佢都唔算远嘅，但系我觉得要再近啲会好啲咯。哇，好得人惊，我想讲有啲。而家有550啦，点解得人惊？而家有550啦，今日嗰个低位恒指低位系567，系嗱，即系即使嚟讲，用期指去计，头先即系19523，真系弹到19600前面就已经阻住咗，系咯，100点嘅升幅都唔够啊，弹即系个弹幅。系啊，好乞人憎啊！窄股你真系而家得翻84点，即系你系劲，你系支持位劲嘅，跟住即刻呢啲位弹多100-200点上去啦，系咪先？系，但而家讲紧系竟然100点都冇。嗯，系560而家系有兴趣，等多阵先，等多阵先。临收市啊，临收朝头早市，早市跟住我急一急啊，呢个。咦？做咩啊？只上海复旦哦，吓、我夹住噶。喂，泽古提我啊吓，呢只几好啊！做咗个回调之后，泽古提我啊，记得。美国指控中企远东电缆违反出口管制规定，帮助中兴向伊朗提供呢个美国原产嘅设备、哦。而家就扔到去伊朗了。如果有耐性应该坐981。哦，晶片中心。哎，讲下讲下，你讲起只981呢，虽然不是很关事啦、但今天看只1024呢，其实真的有点后悔。为什么呢？应该不沽它呢，我后来见到。你望着3690你还后悔啦。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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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早都跟他们说，我虽然叫他们沽3690，但我没货。调回转头讲，因为我仓紧700，因为转头如果用1024和3690去比，应该3690应该会是沽得舒服一点。不是，还有他呢，原来今天穿了线，两只都是啊。3690 700呢冇线哦，冇线，唔系拉住条线，拉住条。所以佢，所以话之前早两日就同大家讲话，沽700系舒服嘅，但系就冇咁嗰个幅度冇咁劲。但系3690咧就系、是、沽落去一日跌咧，你就会好正咯，一只系舒服，一只刺激咯。吓系啊，懒叻盘后就买咗 AMAT 啊，点知做咗几日堆到傻。唔系啊，但系如果你坐，你而家都翻嚟啊？美股啊嘛，系嘛？啊唔系，或者我睇错咗，打 A M A L， 唔好意思 ，A M A。喂，呢只我都玩过，呢只 A M A T。哦，系喎，裂口低开喎，黐线。因为全部芯片股，嗱，孙正义早排咧就已经讲话，明年2023年系晶片业艰难嘅一年啦，将会系。但是中國現在做晶片了，那台灣和內地雖然是同一個中國，但是呢
佢經濟亦都有啲分割嘅，係係係，所以就唔會一齊咁去講嘅。咁啊，跟住冇咁講啊。琴日咧，你話懶叻買咗呢一隻啦，咁我琴日都係嘅。琴日大家都知道我而家試下玩油啊嘛，係。咁我都有少少懶叻，諗住佢可以衝上去93，因為琴日最高係92.6几，我記得。跟住我都博佢再上去，點知都懟到傻。我哋原來睇翻啲新聞就係俄羅斯嗰邊 cut 啊嘛。係係啦，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 Gary 嗰個應該係要屌喎，真係唔係講笑。因為點解？因為AMAT 跌咧，唔係睇唔即係唔係睇唔到個機會喎。因為早兩日 NVDA 發盈警，尋日美光。又是條數不得，即是你看到個晶片業是艱難的嘛，啲數是差的，如果你博 AMAT 是調翻轉頭做的，所以我就覺得係，我覺得你不是黑，你是做錯決定。唔係，我有睇噶，阿澤股諗起61084咩嚟噶？匯豐啊，哦，今日52啊，係嘛？今日五號仔。今天不是52.35，衝不到上去啦，衝不到啦。買股不是看一兩單 news， 是你看前景的，我知道。那我的業績前景就告訴你聽不行。嗯。還在急著。是。那就是啦，你可以捉機，是不是？直情可以通靈之王，點解係近排成日講通靈之王？其實我真係好多人睇啊！其實我真係好乸憎梁思豪，我想講。我都係，我麻麻地。我好乸憎梁思豪。係。今晚啊嘛，係啊。真係咁好睇，真係咁好睇咩？因為我琴日睇到。係。只有前景，唔係冇前景有陰影。係。我黑仔買遲一日送我到，咁冇得講嘅，冇得講嘅。咁有陣時。你賺咁多都要兑翻啲出嚟嘅，如果唔係點樣再賺呢？588啦，而家跌多陣先，唔好咁早入住。跟住就去我想睇下嗰個138。唔係啊，因為通靈之王嗰個咧，嗰個 Adapt 咧，佢真係神奇地準啊！邊個 Adapt 啊？係咪嗰個？嗰個好似即係玩馬力法，即係佢話自己用咩馬力法啊，同埋嗰啲心靈感應去做預測的，是吧？但是你們這麼肯定是沒有前期討論過，誰靈在個葫蘆裡面？哦，什麼靈啊？靈體啊。哦，靈體，是啊。那他怎樣把個靈體進去呢？我們怎樣才知道裡面是真的有靈體？所以就是靠參賽。但是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參賽，他有的，他好像有四個那些什麼玄學的顧問，即是那些是公認的師傅，是做評判的樣。有哪幾個？其實四個，四個不識。有沒有斯羅法證？沒有。嗯，你斯羅法證也沒有。所以我昨天都跟我女朋友看，那四個顧問是哪裡來的？對，所以是的，不知道啊，因為你沒得說嘛。李居明不是啊，那四個沒有包李居明啊，李居明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嘉賓去講一下一些意見而已，但他沒有做評判那些咯。是 啊， 有一個是參賽者的阿爸。哦，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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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通下六合彩下期必中的六個號碼？哎，是啊，我也想知道。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帮你呢？即意思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帮你呢？是不是？是的。奇怪，但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梁思豪，sorry。我也是，其实。是的，真的不是很喜欢。但是我只是看参赛者。是的。我不看他。看看咯。跟着我就说有一集是古跑嘛。那跟着呢那集怎么样？ Hilton 有没有看啊那集？不是，我都是隔着来看。系，我就同佢一樣，我同阿 Hilton 一樣，系啦。食嘢嘅時候咁樣做。佢喺邊度做咧 ？J2 啊，無線啊。無線咯。哦，東邪西毒，南帝北黑。
四大少妇。系唔啦？可唔可以开个一三八一嚟睇下？一三八一有估中第一名。睇下呢只线我都喂，同埋琴日咧，原来陈静心咧系有睇到个胶水嘅，你记唔记得我哋有睇过只绿色胶水？咩绿体咩新系咯？嗰个咩绿色胶水啊？系绿色胶水，我估唔到原来佢有睇啊！跟住佢话其实呢一只咧都系啲靓嘢嚟噶，可以留意一下。原来做鱼胶粉，而家系咩用海藻？系啊，海藻做鱼胶粉，跟住就做嗰啲喂，佢冇讲护丝啊嘛。有啊有啊，有讲护士，但是我嚟做护士系啦，唔记得咗。哇，落雨喎、啊，出边有哇，九时喎、啊，无线十点半睇，唔系，都因为我见到梁思浩，我就唔系好想睇，就系、是、唔好意思。嗰、那个 stock 系咩咧？咦，反而我会中意睇鬼王咯、啊。鬼王咩噶？忽然间唔记得鬼王叫咩名添，潘少聪。哦、但我想好想开一只胶水噶喎、哦。哦哦，绿色胶水。系啊。有，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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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等下先。因为我觉得嗰阵时系睇过咧，我觉得你嗰阵时同我讲话，你都睇埋 Sirius 话系靓噶嘛。系靓噶，嗰只绿色胶水齐货。系嗰阵时系有嗰只系咩？海基定京基咧？嗰时系有一间行系齐货噶嘛，系咯。咩绿绿胶噶嘛？绿色胶水啊？点解？但我就咁喺牛牛 search 唔到喎。有我试下打绿绿胶先。咦，冇嘅，得翻65点，好惊啊！咦，我反而想知 Gary 买薄反弹嗰只咧，卖几多点啊？我開翻琴日 Ryan 嗰集，我咪知咯。睇下先啊，等下先啊。1084。哦，1084。啊，唔該曬 ，Winnie， 唔該曬。我大於咁樣睇又唔係㗎，佢有 check 到啲財報啊、剩啊，同埋咧 Ryan 睇股咧真係正㗎，唔係講笑。之前好似跟佢玩咗只特步啊，係1368。係。系啦，跟住你可唔可以开一三？系啊，我觉得我都睇 Ryan 买股咧，佢啲中长线嗰啲正噶 Ryan， 系啊，佢一二一都食正晒噶呢段，系啊，食正晒。所以我好 surprise 佢琴日，点解会睇只1084嘅，即系睇只胶水嘅？因为以我认识身边嘅所有人，其实都冇人睇呢只绿色胶水嘅。嗯，系啊，佢就话呢只叫绿亲啊嘛，佢会叫佢做绿亲，我就话叫佢做绿色胶水咁样咯。Ryan 屋企嗰四隻貓，佢個名字原來係歪曬嘅喎，綠新親水膠體咯，係啊，所以我唔係綠色親，我係永遠都讀唔到佢名字，我都讀唔到。咁Ryan 就叫佢做綠親，我又叫佢做綠色膠水，係3蚊樓下入啊，睇下佢可唔可以翻到橫行區咯，掂咗白天線先咯，係，同埋咧，我 check 下 Seeker 先啦，真係，我有一段時間冇再睇過呢一隻啦，係啦，咁我需要再睇睇，琴日係俾佢撩一撩起。系啦，跟住就屈人屋企嗰四只猫，其中一只好似系社长，哦、未过到去英国啊只猫，系、哦、啊，好似系啊，俾埋我啊嘛，俾埋你，系俾我啊，仲有得整，据为己有噶啦，我成日话屋企冇位啊，但系我女朋友会话圈圈圈圈，嗰度有十几个位、啊，十几个位咁样，我谂紧啊，泽古。55分決定好冇？55分決定，加埋社長前後6隻，佢最正冇人底喎、啊。係啊，啱啱又破咗嘞噃。破底？係啊，現貨破底喎、啊。現貨有破底啊？現貨破咗，唔係56幾咩頭先？嗱，你見到佢成幅圖，冚聲喎、啊，落雨落到。你見到成幅圖呢度 show 個數字出嚟，呢、這個就係最低噶啦。幾時開班教睇 Circus？ 嚇！快啲開班啊！六親不認，點解要六親不認啊？點解要六親不認啊？哦哦，綠色膠水六親不認，係啊，笑死！澳博而家點啊？880。其實 Circus 唔使開班噶，
我記得好處咧，有陣時社長定係唔知牛牛啊，定係 K 號啊，都久唔久會喺 YouTube 嗰度教下啲人點樣睇 Cus。學社長講呢啲市賣世界股死亡率好高，但社長成日買世界股。但社長成日喂講起咧，跟住睇翻今日咧啲 news 咧，原來我之前有睇過。1372咧，佢有個已獲得相當數量嘅碳資產開發項目喎。嗯，係啦。咁跟住就講話佢嗰個碳信用資產就包括有啲生物質化，哇，動物糞便處理喎，這個正喎。嗯。同埋垃圾發電，係啦，係啦。香港而家都係好似得佢一隻。是啦，做呢啲碳資產嘅。動物包唔包括人呢？動如果包括人就好大喎，盤生意。其實我想講，人體嘅糞便係好似不能夠用嚟做肥料嗰啲嘅，係咪？我唔知喎、啊，我唔記得咗。但係牛糞就一定得咯。牛糞除咗啲沼氣之後，就可以做肥料。睇下先。社長和莊生起了 game， 現在微信女都轉了美股，不是吧？蛤、啊、有轉美股嗎？因為我今天還看到、微信女繼續有出、哦、是嗎？近來出了什麼股、啊、現在出了一隻，看看我今天有 post 到出來的2323啊，哇、wow ！今日微信女出呢一只，哇！又系早排升咗差唔多七倍，七倍左右。八仙升上嚟啊？如果八仙去哇，住五仙添，如果用五仙计就廿倍咯。因为牛食草，人食得太多毒素，系鸭，所以动物嘅粪便系可以做呢个嘅，嗯。可能人可能真的牛得先得啦，我想你貓狗都可能麻麻地，即係我哋嗰啲貓狗啲食物都加工過。唔係，其實咧，佢會唔會咧晏晝一開始咧戰戰格格咁樣同你懟八十幾點，跟住食曬500先，跟住先再懟翻上去咧？其實而家睇下個牛紅收貨圖，咪就係10500係最多咯。如果牛紅比例咧，睇下先。我記得是今天最多搭曬棚搭曬馬的是19500噶，哦，係咯，19500至到19599631張，跟住19400至到19499就是590張，19300咧就514張，嗰度都1600、1700啊，係啊。我真的很決定不到，對同類板塊先下兩手，我可不可以給下意見呢？問你，你港股啊？對同類板塊先下兩手，我自己就真的麻麻地，又還要你做港股的資源板塊不是很跟的。那為什麼不買黃金啊？昨天的金都好像有升的，因為油堆了下來，是不是？我這樣說，如果你買同類板塊，其實真的如那個通脹壓不到，然後原材料繼續升的，那你就看看今晚出的 CPI 是多少先，即如果原來我跟你說，我原來支持聯儲局是加息加幾次都是壓不到 CPI 的，那今晚再出個數繼續是、向上，那我覺得到時再買都未遲。嗯，哇，那些人好用啊，其實你那個51035都抌六球幾下去喎，而家51035哇，抌成100000下去，六球6M 啊嘛，6M 是600000貨啦，我冇計錯嘛，抌成10球下去，咁大膽嘅邊只啊？咪61035咯，啊咪51035咯，
睇買賣盤。哦，佢有啲其實基金都會買嘅歐紅證，所以未必是普通產會買的。但係抌成十萬落去博佢，但係仲有幾廿點打。哦，咁如果仲係得十萬嘅話就算啦，即係其實好少噶嘛，對佢嚟講。黃金已經有啊，1050坐到而家。其實你睇緊跟翻個牛熊證嗰個交貨分佈咧，其實睇住個指數真係睇住嗰個分佈嚟打嘅。好似而家咁樣，你睇到58.2% 係牛嘅，咁咪向下殺咯。係啊，近排啲資金都係咁玩，多熊咪殺上去咯。上個禮拜西係訪台台海緊張，未照殺上去幾百點上去，係咪先？殺上去。系啊，殺落去定殺上去？殺上去，殺上去，我唔記得咗啦嘛。因為8月4日嘛，呢個西利喎，西利嗰日唔係懟咩？懟600點咩？8月4日咯，嗰日係升嘅咩？原來升啊，係咩？就係睇住你班友一有問題，估佢跌咪照殺上去咯，吹啊！係啊，吹啊！我50分決定擲股，係啊，快狗打車6.8衝咗，係咪要食？我覺得而家先開始起頭，而家先開始炒喎。黃金有料，食半牛半先啦。Kitchen， 但我覺得好似係而家先開始炒，係啦。鐘擺完嚟，所以今朝先買。中擺原理是什麼原理呢？這樣即是跌得多就彈，即是升得多就回，那些意思咯。喂，吃半牛半啊，記得你扣低了個成本價，你那個如果你這樣扣2246吃完很久。喂，你今早已經吃了，一直在吃，還有昨天已經炒緊了嘛，就246。是啊，今朝有人問係咪捉咗底嘅，跟住話都似係嘅4.9。咁如果你再食半牛半，你溝低個成本價，我諗你都差唔多去到4元啦。係。係咯。咁就坐得舒服啲啦。1787今日點啊？咪咁咯，係啊。低位，其實呢啲位咁樣好似捉咗個底咁樣咯，慢慢。三個底啊！我當大啦，呢個一個咯，兩個咯，三個，四個咁樣咯。睇下先，有啲咩睇先？哇！真噶？咩嚟噶？真係實金嚟噶？我都有一條。嚇！嗰陣時我姨咧同我講，因為我讀 econ 啊嘛，我中學嘅時候，佢話睇唔睇到嘅得啊？佢話我送一條俾你，一條咁樣喎。佢話佢講啲咩咧？希望你學多啲同留意多啲經濟嚇。佢就送一條俾我咯。幾錢啊？嗰陣時買一條，我唔知喎。我細個係啊，一條咁俾我啊嘛。用蘋果日報包住放喺牀啊，第一個月餅盒啊。佢話1000g 嚇，1000g 嘅黃金磚而家要幾錢啊？你問我都唔知啊。仲有添食添，系我知道你有添食啊，有未够班？同埋呢个肯定系佢，因为我认得副眼镜。哦，系啊，认得副眼镜。系咯，你阿姨对你咁好嘅。系啊，所以啲 game 经理都对佢好好嘅。哦，因为大客仔。佢系嗰阵时啲 game 经理咧，系唔够数咧，佢会打俾个阿姨话：，诶、哎，可唔可以帮手买下啲基金啊？啲咯。貴原來，是原來係都會噶。原來佢話假設係呢一隻啦，1000g 嘅一嚿金鑽啊，係大約45万一條。哦，咁原來咁多嘅咩？咁貴啊！唔怪得俾我老母沒收咗啦，即係冇咗啦而家。唔係咁名義上係我嘅。哦，即係佢話幫你保管住啦，仔咁樣。係。唉，吸引啊，吸引！即刻翻去馬鈴翻算真係，唔夠錢真係可以用一下啲金啊！
但唔捨得咯，啲嫁妝唔敢。其實唔捨得噶，真係唔捨得。你就算捨得用，係你真唔捨得，同埋有意義噶嘛。係啊，係啊。啊係，我澳博而家點啊？880兩個八毫吧，冇啦，冇氣息啦。293碼提咗你哋噶啦，今日會出業績，靚。唉，希望佢真係呢度呢啲位置整固到咯，如果唔係就變咗兩個頂噶啦。兩個頂咪啱咯，咪好咯。佢再回落去，再有得買嘛。你望都望佢再出頂，我覺得而家爆升就未有未係住嘅，未係會爆住，但係儲貨就可以儲住先咯。我好窮啊，但係依還好啦，對我依依不想努力了啊，真係永利啊1128，琴日先講完永利1128。第二季按年虧損$2.7 million啊，$2.7 million啊，咁正常啊，其實都冇客，冇客，冇客。但係調翻轉講，即係同我哋早兩日咁睇啦，即係你最壞情況咪執啫嘛。咁你都我覺得呢啲有啲難執嘅，其實真係係我都覺得難執嘅真係。你執咗你點樣同澳門政府交代啫？係咯，簽咗咁多合約。係啊，所以你買入去，佢最多就係執咯。我覺得最壞情況27都熬咗好耐啦。係啊，上年九月三就差唔多一年啦，五個底，差唔多一年噶啦呢啲底，五個底。正南大學是不是讀 econ 啊？曾經想讀，但是覺得沒什麼意思，跟住就沒讀。喂，涉嫌偷取嚇梁振英兒子帳戶買$3,000的飛機餐。哦，是啊，那時候就說了，有個人，不單止他的兒子啊，玩完他的女兒嘛。他搭飛機的時候又不知道誰 hack 入過系統，跟住係咁幫佢買咗唔知幾千蚊嗰啲飛機餐嗰啲嘢。梁齊音，係啊係啊，係、哦、啊，好搞笑啊！哦，跟住咧佢嗰個飛機餐就好想唔好咁樣偷啦。跟住然後捉到嗰個人咧，嗰人就話我貪玩嘅，跟住幾千蚊就已經搞到咁啦。係啊，唔知道有冇案底咧？社會服務零，真係唔知喎。京東啊，係啊，京東失手啊，9618。沽騰訊同沽唔係沽3690同沽京東，不過估唔到原來沽京東會仲爽皮，因為裂口1234個裂口，但係俾佢斬都好爽皮，即係夾翻上去啊！因為佢啲夾係呢啲大棍，呢種大棍仲狼過3690，睇下3690而家實的的喎，即係冇咁多抹口。I mean 即係今 at least 而家係實的的嘅音足咯，係係啊先，估中第一名，得先，1810今日點樣啊？1810已經。11.5冇死，死啊！呢啲樣低價中國手機租限制，係死呢啲樣咧，真係出事。翻翻去$8啊！係咯，係啊，冇咁狼啦，$10先啦，$10就五月嗰個底啦。嚇，係啊，五月嗰個底十蚊先啦，係啦。但係$8都係指日可待，穿咗$10先望$8啦。$8指日可待啊！真係。先，哎呀，仲睇下其他102今日都有喐下嘅，不过横行啊，系横行啊，而家海星，诶，仲有嗰只1383系嘛，太阳城，太阳城啊，系啊，一样啦、啊，两个都，其实9878咧，今日2%咧，差少少噶咋，佢$63就已经系破阻力位噶啦，嗰只9878，系。喂，同埋咧，喂，我真係好奇怪，8446死唔去喎，冇計個價，真係死唔去個價，人 mark。咪同埋多咗啲盤啊！
哦，系嘅，因为之前系十 K、廿 K 咁样摆出嚟噶嘛，我记得多咗啊，但我估唔到啊，死唔去好夸张啊，110翻去做女嗰时啊，真系$80啊，去到8446，冇计啊，呢啲任 mark 噶嘛啲数，翻翻去做咩？做女嗰时啊，啱啱入嚟做嘅时候啊。哇！原來今日只39都升5%，有一排冇望佢啦，靚喎、有一排冇望。哎呀，嗰陣時呢幅圖又靚喎，嗰陣時都有少少飲恨添，一毫零子走咗，唔經唔覺、又翻翻去121啦，最高係145啊，39，165而家去到點啊？七都系一冇喐，跟住有只中国天然气之前我都系有急，哎，不过成交额又系慢了，340啊嘛，唔系931啊，931好少啊，好少成交。嗯 ，fresh grad 点样做女嗰阵时啊？唔好咁讲，我1967年出世嘅，9988买咗130.5。前景暗淡，答咗。可以讲多少少嘅就系、其实早排都同大佬倾过啦，即系而家炒阿里巴巴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憧憬佢云业务，嗰、那个增长咧系成为之后业绩嘅增长引擎啊嘛。嗯。但系同大佬倾过之后咧，其实都好 true 嘅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啲大企业。我自己咁多數據，我點解 要用你嘅雲服務呢？我真係自己 set up 一個數據嘅 database，以免一啲資料外泄啊嘛，即係啲商業秘密嚟噶嘛，去俾到其他公司去睇咧，係咪？咁所以就話，如果大嘅企業唔俾生意你做，哦、中小企業冇9888啊，原來係啦，9888。哦、，sorry， 唔好意思啊。咁講埋啦，咁如果你再大嘅企業唔俾生意佢做，細嘅公司又用唔上佢嘅服務，咁其實佢做個阿里巴巴都係得個吉嘅，即係個雲，即係得個雲咯。啊，所以雖然你唔係講話阿里巴巴，但係如果有買阿里巴巴嘅，就留意一下呢一樣嘢咯。嗯嗯，係啦。跟住2237可唔可以再上呢？其實呢就是中國石墨、我覺得是會有可以再上的，但是要看住一個位啦，就是要看住6.7同埋要看住7.5呢兩個位嘅、因為6.7咧，你而家見到咧球幾搭咗喺度咧，唔知係咪想晾住個價，晾住個價唔喐啊？但係咧嗱，7.5嗰度又係咧球幾壓咗喺度咧，如果一升穿嘅話，又係冚冚聲咁樣升上去。嗯，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价位要睇实咯。如果啊大风吹，我唔知道你系咪都系有货。如果有货，就要睇实呢两个价位先啦。嗯，怼穿咗呢个嘅6.7嘅话咧，有机会可能又要再坐一阵啦。系啦，哎 ，Lawrence 你迟咗啦，8度9888搭埋啦，130。8度好似同吉利啊嘛，系嘛合作啊嘛。是咩？我真的不知道、做是咪吉利？我唔记得咗啊。同定系讲紧中远国际啊，鸿蒙系统系嘛？系啊，吉利咯，吉利咯，投资成立啊嘛，就话要做个 CEO。集道汽车系啦，就话要、新品牌叫集道汽车。系啊，就同吉利合作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近排吉利咧扯得咁行咧，某程度上都系因为呢单嘢咯。嗯，啲人忽略咗。但你说130买了它的话呢，现在是多少呢？哦，那 都挺锐，其实吉利都挺努力的，就是锐意去发展一些新能源车，还有一些即叫做有包含物联网的车咯。是。因为之前175呢，它又是特登用spec 的形式将它一些 AI 的业务即係另類上市啊嘛，然後呢度炒起佢，咁而家又再炒多一樣嘢，就係話同嗰個百度合作。係。咁可能之後佢嘅車個發展前景可能都好過長氣啊，
即可能二三線入面佢都跑起咯。嗯嗯嗯。但係咧，百度咧要留意一樣嘢咧，有少少尷尬的位咧，開翻個圖咧、嗯，因為佢而家嗱見到啦，基本上佢係喺個支持位嗰度嚟噶，並且佢好似有少少今日嗰支陰竹隊得咁深咧，有機會會穿啦、嗯。跟住其實有一個大裂口，其實係從來都未補啊。就係而家啊，靜南嗰個踎市可以 high 一 high， 就係五月尾嗰個大裂口 gap 升上去咧，係呢度咪有個大裂口嘅，其實都未補噶，有機會可能咧會再對一對補翻上去先再升，所以要又係要睇住啊。反而咁講，因為呢一隻咧係 SW 股嚟嘅，嗯嗯，咁大嘅成交咧係全部喺美股嗰度，所以變成港股咧係好多裂口，就同京東一樣，所以佢嘅裂口咧，那個啟示性不大的，所以我覺得你要炒它港股不如真的看著美股的百度去看咯。而美股的百度呢其實還是守得住的，你看到美股的百度在130元那裡是有支持住的，所以就算今天、港股是跌回下去，我覺得美股可能晚上開回都是去翻130蚊嗰度有支持、嗯，所以我覺得你留意美股多啲好過港股咯。係，騰訊310嚇咩310啊？而家騰訊去到310咩？你冇嚇我哦！玩嘢啊！哦，因為我話310蚊沽落嚟啊，我嗰陣時好似係310蚊沽落嚟，咁都記得。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都係曬咁多位啦。我最終都係冇入到扎股嗰只，係因為我真係驚佢咧晏晝市咧一開無啦啦同你對，其實佢輕輕力一對已經可以對88點啦，食咗只紅，食咗只牛仔佢，有少少驚，唔好意思。系啦，咁啊，跟住同埋講咗話今日唔做反手操作嘅，我唔想破咗我自己講嘅嘢啊，所以就好啦。放飯係啦，放飯係啦，轉頭我哋再見啦，拜拜。